哎，开始。我跟你，你从那边开始。对，走，好球，这个就是好球，可以。对，然后这时候我到这边，往中间给。哎，可以。对，这可以。再远一点，好，然后往左边，往左边。对，对，这个是要有的感觉。另一边，左左边给。哎，可以。低了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要高。哦，我传我手上来。对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不知道不知道。8642，可以。呀，这个很累。是，这个很累。来吧，行，你们这个跑起来，你们就 crazy 了。来回是第一个是4个来回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休息，休息大概30秒到1分钟。我说跑着，3、2、1跑，3、2、1好。休息休息，别坐，站着。下一个，30秒过后，跑6、1、2、3、4、5、63个来回，然后下次跑4，下次跑2，别离开球场。你有实在累的话，你就休息了，不勉强。常规太阳瘦。对，没事，我们三个继续啊。10秒。这个时候你要体会到就是呼吸的重要性。对，下一组跑4个，4就是2个来回。对，加油！来10秒，3、5、4、3、2、1。Thank you.
道吧，还有最后一个啊。来吧，15秒，一个冲刺，一二结束，3、2、1，哇 ，drop， 这个时候头一头罚球。关键罚球。这。啊！检验真正的。我也发一个。训练效果。我也发一个。来吧。你在这个时候能把球罚进，精英射手。